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，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我说因为他们不如你。后来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，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